儿子，你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酸奶呢？我答应请班上的小朋友喝你做的酸奶。自己做的酸奶就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喝吗？老夏的故事从这一刻开始。为了做出能让家人天天喝的酸奶，老夏不断的跟研发讨论。2014年11月，老夏终于和四个疯狂的人创立了简爱酸奶。从第一杯酸奶起，简爱就给自己制定了绝对要坚持到底的标准：生牛乳、糖、乳酸菌，其他没了。简单的配方意味着更高标准。奶源上，简爱不仅以欧盟标准把关，还与全球领先的检测机构 SGS 合作，严控奶源质量。在历经392天，走遍41个牧场，累计行程157690公里，终于找到了符合标准的好奶源。简爱还与世界专业的乳酸菌公司合作，每100克简爱就有超过10亿活性乳酸菌。简爱还自主研发了特定工艺，保证生产出质量稳定的无添加酸奶。终于，简爱酸奶正式投产。因为不含添加剂，有些超市简爱进入了又退出，有些物流公司简爱签署了合同又取消了合同。在简爱创立的1000天里，为了追求更高品质，简爱共报废产品价值约1200万元，却获得100个城市、300万家庭的信赖。在未来，我们希望将简爱带给更多中国家庭。至简至爱，最简单的东西才值得送给最爱的人。把对家人的爱与呵护倾注到每一滴极致纯净的简爱酸奶里，让家人都能安心享用。